压力大到发噩梦，唐子睿格斗赛细争冠军。唐子睿、希苏同埋郭思琳呢日齐齐应邀出席女子泰拳赛做冠礼嘉宾。参加紧电视台格斗真人 show 节目嘅希苏就透露，个节目已经临近尾声啦，自己亦都搞到周身伤。系啊，因为去到最后尾，训练又更加激烈咗咯，同埋。即係對住嗰個對手都係會係成個節目裏面最強嗰、那個，咁所以都會有啲擔心。係啊係啊，咁所以其實危險程度會大咗咯。至於講到話同對手黎美賢因為個 show 而傳不和，希蘇即時秒爆咁話對方已經被摟出局啦，自己絕對唔會被其他人影響到啊！我想攞啲嘢走，真係我想人生贏一次咁多年。呢、這個拳賽，因為其實我真係淨係打一次，我以後都唔會再打。其實我本身唔中意呢啲咁血腥嘅拳賽，即係其實我坐喺呢度睇我都有啲壓力嘅，即係希望陣間唔會有啲咩血腥場面。我翻到屋企我又發噩夢㗎啦，真係。係啊，即係如果唔係呢個節目，我其實我唔會選擇去打比賽。